好，大家好，我是交通团的乙杰，然后好，先喘一口气，今天早上大家来的超踊跃，很少这么早大家就来的这么齐的，所以手忙脚乱都不行。好，然后我是交通团乙杰，那今天是想要跟大家推一下交通团接下来会办的两个近期活动，第一个就是坑主小聚，那这个去年有办过，比较是针对来居林里提案的坑主。那去年是邀请长期的坑主，今年的话就是也希望新提案的坑主可以一起来参加，然后是讨论一些就是包含坑怎么经营啊，然后专案怎么管理。那像刚刚扫了代码可能有一些问题，他们也许就可以请教 Dispatchery 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在坑主小聚都可以达到经验传承的效果。不过今年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有找了引导师，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引导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也想做一些就是关于 Dream V 社群的凝聚啊跟共识的讨论的一些思想面的讨论这样子，所以就是欢迎有兴趣的坑主都可以来报名这个活动。那我们预计的时间是在五月，原本是说下礼拜啦，但有点太赶了，所以呢我们决定应该会在五月的时候举办。那如果有兴趣的坑主就希望可以持续关注周松团的消息，然后 Dream V 粉专一定也会发消息，所以会从这边让大家知道。然后名称我们那天有想了几个，所以你也可以在那边加加你觉得喜欢的名称，比如说跳起来居林 V 空主工作坊等等的名称。对，这是 base 想的。好，然后第二个活动呢是男装同花松，这也是去年有举办的活动，那这就是开放给所有想要去看花然后跟做农业相关的朋友都可以去。其实我们自己很想要出去玩，然后去年就去了南庄，然后在南庄的这个大南埔共学空间，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南庄在哪里吧，有吗？好，我预设大家都知道他在苗栗，反正在大南埔共学空间。然后因为它交通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会请大家可以搭车到竹南火车站，然后我们之后再看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再开车去把大家带到这个空间来。那我们预计实体就是只邀请30个人，但是就希望大家来除了玩之外一定要一起做专案，然后等一下晚一点后面提案健太他也会一起分享在这次活动里面会有哪些提案，然后可以稍微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包含开放永耕农永续农耕，它其实是原本是很多人都叫它图文设计这样子，所以可以做一些讨论。然后还有农夫年历跟一些创生的钱要怎么使用的专案，所以就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另外如果想知道周松团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在共笔这边有一个活动形式历，就是好，我贴错了，好没关系，就是我们如果你搜寻的话有一个周松团的活动形式历，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不管是今年接下来大松的时间或者是周松团之后办的活动都会写在这上面，那我等下会去改网址，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这里的提案，然后下一位是 DJ， 然后再下一位是